复刻霸王茶姬爆款饮品，答应我一定要卖爆它。雪克威中加入80毫升纯牛奶，加入20毫升咖啡奶，接着加入20克的竹蔗冰糖，冰块补至500线，加入250毫升补给站山茶花乌龙，注入灵魂。霸王茶姬、林里等连锁品牌都在用的茶底，小姐姐最喜欢的口味，能提高门店复购率，特别适合开店和摆摊的老板们做特色款使用。需要茶叶批发价及风味定制，欢迎来留言。